警察局办公室传出搜出毒品，调查局获得了线报，今天派员搜索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，并且在办公室内查获到毒品，有四名员警被带回侦讯。而桃园市警局下午回应，疑似日前有毒贩被员警查获毒品，辖院报复，愤而检举，但为什么办公室会出现毒品，现在还在理清。